失去心里很重要，跟对你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或许是在工作，或许是在感情当中，也许是分手，或者是你们可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很喜欢的一样东西不见了。那时候的我就像这样子，失去了这个唱歌的能力。当我发现这样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害怕。我害怕有一天不能再唱，害怕有一天不能再唱，不能继续站在这个舞台上，写音乐、创作、唱歌给大家听，所以那种感觉是非常的恐惧，非常空虚的。但是很开心的，我还是熬过来了。哇，大家！我还是听了医生的话，我还是听了很多工作人员、家人，尤其是我的歌迷朋友的话，就是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Yeah， 对，谢谢所有歌迷朋友 ，Yeah， JG Federation， 我都是新粉。哇哇！看不见了，看不到了。看不到吗？这样看不到，看不到。环保。OK。Anyway。很开心我熬过来了，然后有了这张专辑，我这首歌曲有很多的新的一个力量，能够站在这里跟旧金山的朋友一起分享音乐。Yeah! Yeah! Thanks to all of you guys. All of you guys, you made my, you know, music all worth it. Everything is just brighter. Everything is just more real with you guys. Thank you so much. What?I love you. I love you. San Francisco. Yeah. Well, every stop I'll have something epic. Last stop in DC, someone screamed.Yeah, you guys are just great. Thanks. I'm serious. Okay. 在这几个，在这一百天发片的一百天当中，其实有发生很多事情。我尝试很多的活动、演出，包括签唱会。那我觉得比较珍贵的一些是，可能那时候那段时间正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到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没有去过的地方，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用音乐来感动身边的朋友，也许是不认识的朋友也好，我觉得有音乐的力量，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所以今天呢，我有一个 video， I have a video to show you guys. It's very simple. Hope you guys like it. 跟大家一起分享。What?